大脚星讯息，接收更多的激活和升级。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我们非常有兴趣观察你们在灵性上的进化，看看在你们的生活中什么对你们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某件事物对地球上的人类管用，那么它肯定会对银河系其他地方的其他存有有效。你们都拥有这么多的教导、实修流程、练习、技巧和灵性实践来帮助你们沿着你们的道路前行，然后你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你们的生活会让你们成长，因为你们在地球上有如此独特的经历，对你们来说它如此沉重，以至于你们不得不从中超生进化。这是一个你们所有人都要去拥抱你们所拥有的每一刻的时期，因为你们确实知道你们正在提升。所以每一件事物都必定与你们的提升有关，我们知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将继续告诉你们，一切都是关于把你们带到你们意识进化的下一个层级。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走对扬升事件阻力最小的道路，你们不担心，也没有压力，你们不害怕，也不生气。在地球上的这个时刻，你们只是大大的敞开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际遇。当你们高度敞开的时候，你们会得到我们和其他像我们一样的人在能量层面上给予你们的东西。你们也更有可能获得升级或激活，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那些更开放、更放松的人。这是因为你们需要松开你们的拳头，以便摊开手去接收。你们的能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注意到对人类奏效的是接纳。如果你们能臣服并放手，你们就可以处于你们想要处于的扬升前沿上。但是如果你们继续寻找他们是如何试图阻止你们扬升时，你们就会不断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信念，你们会继续找到更多的人来归入他们的类别中，你们的敌人名单可以每天保持增长，如果那是你们的灵性途径的话。我们知道放手很难，我们也知道把你们的注意力从黑暗的事物上转移开也很难，但那确实是一个你们不需要亲身经历的实相。当你们把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灵性变成一个向内的旅程，那么他人在做什么真的不重要了。当你们达到内心的平静，你们向宇宙中的每个人散发爱，你们就会真正开始转变你们周围的其他人。这将是非常令人满足的。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